撑得住这个对重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啦，那你要来开箱这个了，对不对？一日蔬果，好，100%的蔬果汁啊。好，你开吧。你先把膜给它撕开来，就可以打开了。可以吗？还是需要帮忙？你可以召唤爸爸。你可以召唤爸爸帮忙。需要帮忙吗？哦，不用了。好，很棒。来，我先拿一瓶来看看哦，看它的成分。你先喝吧。这个是波蜜的一日蔬果，100%的蔬果汁。这个圆圆的正方形。对，它是有圆角的哦，比较不会刺刺的。来，会不会打开？还是需要帮忙？会打开。好。这个太胖，我没办法打开。太胖了吗？嗯。好，我用一只手。哎、欸。哎、欸。好了。好了。为什么会有套瓶？因为这样看得比较清楚，你才知道说你喝到什么东西。可是只是这样插进去透明的地方就看不到了。哎、欸，也有道理哈，那我说错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你看呢？对，看不到了。好，你喝吧。那好吧，是这样。好。这样子就看得到了。好。这样子先看一下水颜色。好。好喝。真的好喝哦，那你觉得弟弟会喜欢喝吗？喜欢。好，那你喝完吧。好，你运动累了，你慢慢喝完，好不好 ？OK，give me five。每天都 give me five， 爱你。